据多位歌谣界相关人士消息 ，TWICE 将于12月发表冬季歌曲和特别后续专辑，并于10月末已在蒙古秘密地完成了新曲 MV 拍摄。此次也将成为组合继本月5日发表迷你6辑《Yes or Yes》之后，时隔一个多月的超高速回归，必将引发歌迷们的火热关注。随后 ，JYP 方面表示 ，TWICE 将发表新专辑，具体日程会尽快公开。此次的特别专辑是迎接年末季组合为粉丝们准备的礼物，没有其他的放送活动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